我还是等下一辆。哎，这不是我的车！绝对不会迟到。迟到了，迟到了！快点！同志们，咱们公司新的考勤制度开始执行了。但凡这个月迟到的，所有在岗员工迟到时间小于15分钟的，全都不按缺勤处理，也不扣全勤奖。但是要做一组深蹲，拍成视频上传到官微。新制度从今天开始正式执行，但凡这个月迟到的也都可以按照新规定来。宋总，以身作则吧。你故意的吧？我不会做的，大不了你扣我工资。你可以不在乎那几块钱，也可以不遵守规定。当然了，你是 CEO，但是在这之前，你可以看看他们的想法，盯紧他们。好的。我他脑子怎么样？你们仨想好没有？丢人是丢人了点，可是看看我的购物车，我觉得这面子留着也没什么用，还不如换几支口红来的实在呢。就是前一阵公司门口不是总有人闹事儿吗？是啊，害我迟到了好几次。这下可好了，终于不用扣钱了，以后再也不用为那一分钟累死累活了。就上次啊，我差点被夹死在电梯里。行，既然你们三个都决定了，那咱们废话不多说，这边排成一排，走吧，走吧。宋总，您一起坐吧。好，那大家都坐了，我来录啊。准备好了没有？准备好了，我们就开始了啊！3、2、1 ，Action！ 一。Thank you.